位置咧喺筲箕湾站啊，难得今日咧系站内啊。咁呢条片咧系谂住喺筲箕湾站呢一度咧认识一下，其实佢有咩出口嘅。另外咧，顺便望一望佢有咩铺头。原来咧有啲工程做紧。而家咧行紧 A 出口嗰边先。咁啊，报一报时，今日咧2024年3月7日，时间4:10左右啦。刚才咧由杏花村搭地铁过嚟啊，实在谂唔到可以搭咩车。一个站应该好平嘅啫，望望。4.8，A 出口骏风花园，7 恒生唐记包点。咁其实咧，我今日咧要去呢个天悦筲箕湾广场啊，有个网友咧 request 我去嘅。咁呢个位置咧，会系闸口嗰边 D 出口嗰边嚟嘅，一阵间先去。咁我去咗 A 出口望一望，咩嚟嘅先？骏风花园。其实大家都知道噶啦，我好少好少好少搭地铁嘅。擴建緊喎，加緊兩部扶手電梯。A 出口咧就原來分咗 A 1同 A 2嘅，咁去 A 1啦。由 A 一度出，然后咧喺 A 二入翻去啊！一出到嚟都唔知道自己去边啊！留意到一个小巴总站，红 van 嚟嘅，有车石澳。感觉非常陌生嗰度，前面宝文街，有马会、seven、奇哥烧味、惠康泰兴、百汇酒家。呢度咧有个巴士总站，都好似几大型咁样啊！102去美孚，经深水埗，99去海怡半岛，哇咁远啊！77香港仔，咁啊110尖沙咀，好啦，咁啊继续行啦。原来咧呢、这个。宝文街一号啊，就是骏风花园啦。A 二出口入翻去，而家去 D 出口先。
順便望一望呢一幅藝術先。但係藝術嘅嘢咧，我真係唔識噶啦。好啦，繼續行。咁因為咧 B 同埋 C 出口咧係另外一邊嘅，所以咧而家去 D 出口先。呢啲咧就叫近啲啊。都幾多學生喎，愛蝶灣喎。呢度咁複雜嘅，原來咧呢一棟 B 一二三出口咧係連接嘅，嗰邊 B 一二三 D 出口又分 D 一 D 二嘅 ，D 一去東區文化廣場冇嘢睇嘅嗰度，咁誒愛蝶灣，咁啊呢邊咧就係、是。斜路上嘅，咁我梗系冇咁蠢啦。有扶手电梯，出到嚟，我又系唔知去边。呢度咩地方呢？爱蝶湾嚟呢个就系 ，OK， 有铺头噶、哦。爱蝶湾我以前未听过，会唔会一个商场咧？直情系。咦，看來是室內部分喎，咁唔好影住啦。咁 D 二出口去邊嘅呢？有時候咧就係咁樣噶啦，你冇親身行過咧，你係唔知道有啲咩地方。咁啊，好似今日咁樣啦，我冇 expect 到咧，即係我可能我未聽過啦，愛蝶灣嘅地方啦，可能好出名嘅，係我自己孤陋寡聞都未聽過。唔知系居屋定系咩，定系公屋定系咩地方嚟嘅咧？我都要研究一下。咁但系明显咧，佢嘅商场咧，咁啊，一定系我之前 miss 咗嘅其中一个值得拍摄嘅地方啦。我而家咧尝试行紧去 D 二出口嗰度落翻去啊！我印象呢条路咧，继续行嘅话可以去到海防博物馆嘅。
望多次個樓景先。咁另外咧，愛秩序灣我都未去過。啊，如果依個 D 一先啱啊，係啊，頭先我 D 二出嚟嘅筲箕灣站。所以我之前都試過拍攝好多次不同的地鐵站啦，我經常都會覺得地鐵站咧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咧，去讓我快速去認識一個地方有啲乜嘢嘅。咁例如有咩商場啊，有啲咩公屋啊、街市啊，好多時候都會會喺地鐵站嗰度咧，會揾到呢啲咁嘅資訊咯。落翻嚟啦，前面嗰条扶手电梯就是我刚才使用过嘅啦。我而家咧继续穿过去嗰条隧道嗰度，去埋 B 一二三出口先。顺便望一望天后古庙、城隍庙、筲箕湾东大街。哎，九曲十三弯嘅，点解咁得意嘅咧？不过我系会行直路噶。好啦 ，B 三 B。这个 B2 照行出去先。呢度我嚟过嘅，冇错啦。呢条巷仔穿过去就系筲箕湾嘅东大街。咁一扎旧铺咁样啦。呢个方向咧可以去到海防博物馆，今日咧唔过去啦。筲箕湾站 B 二出口，筲箕湾站嘅呢一扎行人隧道设计咧，就同絕大部分都好唔一樣啊！咁尤其佢附近啦，柴灣站啊、杏花村啊、西灣可太古城、鰂魚涌，都冇呢一種類似嘅設計啊！好啦，嗰边 B 三，咁 B 一喺边咧？一阵再算啦。我估咧，应该就系头先 D 一出口嘅对面马路啦。
行斜路有啲攰添。出翻嚟，對面係愛乜嘢啊？唔係愛秩序灣啊？如果係嘅話，嗰邊又有排影喎。睇下先。愛秩灣就依度。咁對面咧係。D 二出口，好啦，咁啊，继续行啦。仲有 B 一出口同埋 A 出口都未去嘅。應該真係愛秩序灣喎，我一直都覺得咧，或者以為咧，愛秩序灣係喺西灣河嗰邊嘅添，原來係比較近筲箕灣嘅咩？咁亦都係一個咧，我 miss 咗未影嘅地方之一。好啦 ，B 一喺邊咧？哦，呢一度啊！又要行楼梯啦，一出到嚟都唔知自己去边啊！啊，头先讲错咗 ，A 出口行咗啦 ，C 出口未行。是一个在中间一个休憩处的位置，这个方向筲箕湾东大街以前拍过的了，咁旁边一个呢就係 C 出口啦，唔知有冇分一二三四呢，应该就冇啦。仲有就係呢一边嘅地站呢嘅铺头我都未影嘅。美心西餅，有啲吉鋪，提款機，
看來咧冇乜嘢睇錯呢度，音樂咧好大聲啊！好啦，不如快完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月面再見啦。原來咧係得咁多嘢啫。拜拜。